stage 打完困难。好想看你玩 Steam 上的那个游戏，可是我又想拍啊，可是他已经删掉了。我现在刚刚有观众有问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其实我应该可以去找网络上的 demo 版，网络上应该有 demo 版可以找，因为 demo 版他也移除。他也移除，左边南墙，人多了。我现在 DC 找爸爸，可那边还有很多人。加速，赶快更新啊！这个游戏，我看韩国那边的直播也有点危险。嗯，就是我这个人气一开始真的是爆炸夸张，可是现在又瞬间回到正常值，好可惜啊！真的是超可惜的，还要趁现在多弄，之后看看再说。1575，有没有人？哎、欸，你也一只猫位置吗？偷看一下，好像真的不会耶。你看，上面的要叫哦。哎，真的没加哎、欸，大富翁真的是吃不到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这真的不是 bug 吗？下面的魔力显示也好奇怪。刚刚 BOSS 跟球棒啊，什么时候拍全男通关呢？不太可能吧，那个伤害差太多。如果对啊，觉得怪怪，觉得怪，我觉得要啊，之后再出个关卡写那个什么。回魔抗性就好了，反正普通嘛，就让大家玩的爽啊。如果他吃得到的话，困难应该就可以出那个大富翁。如果他吃得到大富翁，哎、欸、啊，对面大富翁应该就可以，就可以。不是有跳，没有，你仔细看，是这一只在跳，应该是吧，我记得没错，你看，准备没有，哎、欸，还是我换个位置再看一下，哎、欸。奇怪，我换边看一下，有哎、欸，他其实有跳爱心哎、欸，但是对啊，那个很明显嘛，他下面那一根没有加哎、欸，大风的下面那一根哎、欸、没有感觉，应该没有感觉吧？还是有？哎、欸，有啦，还是有啦。你仔细看，只是大风的下面那根太长了，真的，哎、欸，有啦，还是可以吃的，有，对对对，大风的下面那根太长了，所以吃的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，对，像，对，大风的下面那根比较长，所以有啦，真的是有，应该是有，我还以为没有，我也觉得没有，我猜，我现在又怀疑这个游戏它的每一只。终极技能的魔力不太一样，假设有些人是100，大富翁可能就是300，大概这种感觉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，但其实应该还是有吃，对，只是太长，所以吃不太明显，对吧？很合理吧？我觉得很合理吧？你们不要在那边误会我。
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假设应该是合理的。我觉得我这个假设应该是合理的。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限制你的那个幸运石自由。对。冷却全场嘛。冷却是指冷却被动是全场。这一招是那个五边形扣掉四边扣掉四个角。有的技能调会快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技能的，他的魔力，他的需要的魔力量有什么？你看那个蓝丝，你看蓝丝就喷，蓝丝的那一根就很短，有没有？蓝丝的那一根就比较短，你看大富翁的就比较长，好像又有一只片了，我又闻到片片的味道了，还是说因为回魔太快，所以才显示跳得更不明显？因为他回魔已经很快。对，但是应该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蓝丝比较短，大富翁比较长。我看有没有机会再叫出一只，有，我们来看一下国王比起来呢，国王的这一根，等一下，我可能要这个位置才可以，我们可以这个样子来比较一下，好像看不出来，干，他妈太强了，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怪物太。怪物不够打，蓬巴就长到一个不可思议，应该都知道了吧？就是等于是这个游戏有三种回魔，一是平 A 回魔，二是魔力，然后三是每一只角色的魔量其实都不一样，对，每一只角色的魔量应该都不一样。我现在是这么觉得。大王的话，所以大王也很短，你越明显的越短。其实大王跟蓝丝好像差不多，如果真的要算的话，可能要隔放，可能要隔放。但是可以知道，大富翁的真的很长。我这个再讲下去，会不会 YT 宝变掉？应该就这样子，没错吧？蓝丝好像也没有多长，蓝丝也差不多，大富翁最长。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叫出其他只角色，叫出那个最长的蓬巴，有没有办法啊？先看钢铁猫，钢铁猫，钢铁猫，钢铁也差不多，感觉钢铁猫、蓝丝跟大王都差不多，对，那就是看看有没有叫出，看能不能叫出谁。奇怪了，一般出五只对吧、啊？我看我这边出两只猫是血趴，如果大风我知道应该是比例一样，所以说它应该是很奇怪。我就这个游戏它有一些数值还很奇怪。忍者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们把最长的蓬巴叫出来，看一下蓬巴多长。我记得蓬巴下面那根体感是最长的，对，体感最长。啊，实际上跟大风比起来呢？来，嚯，这一根，来，我们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先给他打一下。大富翁又长又快，哦，大富翁那根也是夹超明显，不是大富翁啊，蓬巴，对，可是大富翁是真的慢。大风应该说它显示的很短，但是它很慢，到底要怎么讲才对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还是说其实它下面那一根只是因为蓬巴的造型比较大只？对，蓬巴的造型比较大只，我觉得应该都有吃。我现在的觉得啊，我现在觉得它应该都有吃那些活魔力，但是因为它的量太多，就是假设蓬巴只需要100，蓝丝也是100。但是大富翁需要300，所以才导致看起来好像没有。对，大富翁蓬巴蓬巴二蓬巴那一根比较长，可是感觉蓬巴跟那个蓝丝的量好像是一样的。对，你要把三只猫摆，这样比较好施法。他们会不会增加？哦，就这样子吗？那 MP 哦，对 MP， 完全用不同的方式在说。
欸，所以蓬巴比较长啊，骑士跟王子跟国王好像比较短，猫，欸，好像也就惨就差不多了，这集都差不多，就是大富翁比较特别，大富翁应该是肉眼可见的比较特别，其他的话都差不多，但是这一支影片应该可以出来。猫法、施法、蓬巴会增加，但大风没增加。有啦有啦有啦，你往前拉，你往前拉，你往前拉。大风真的有增加，大风真的有增加，只是它增加的量很少，可是它是有往前跳一格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它有动画，然后它真的有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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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你看我这一局的前面，它很明显猫法放的时候有跳一格。所以我现在怀疑，假设他今天是要300，就是他可能要300%的魔力。虽然说他是趴数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蓝斯，我觉得啊，反正这只是理论而已。为什么蓝斯打困难，他明明是打30%的血量，但其实超少。我们的大风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虽然说加10%，但是他这里可能有300%的魔力，然后这里显示的超烂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欸，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 bug， 我想太多。反正呢，我觉得有。我觉得猫咪还是有帮那个有帮大富翁补魔，我觉得还是有，但是呢理论上是没有办法实现幸运石自由。